后面好喝，瞬间就。啊？没事啊。你应该不会拍到后面啊。我后面是没有胶的，就是，我希望我想要这样干净，有点海龟很棒，所以我刚才把那边清掉。你们不用担心我这边的画面，你专心在自己的东西上面就好。哎。好。这样子讲就 OK。可以啊。好。可以。然后欢迎大家来上艾达兔的自由潜水。